有许生许月我们东森的总经理，他那时候就打电话说，乃哥，我跟你讲，瓜哥不做意思好不好？好，你不要讲哦，好，那你一定要配合我要来做。我心想，他最好不要做，马上就公布，我就来接了。所以你半个家庭是我撑起来的，瓜哥，我以他的行情需求，350桌绝对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个包的少我都不会请。今天在现场都包得多的，我三减再三减就35桌，你看350桌，3到35桌不容易啊。我想你们这个还有个小朋友还要结婚，还好我家还有安安，你安安比不了我的小儿子，因为我是第三拖了，对不对？你也就2个，我3个，划不来。好，没关系，小生会拼第三次，你放心。小珍加油，小珍加油！欢迎我今天看到像像韩信一样，欢迎瓜哥，太帅了！各位亲爱的贵宾们，大家晚上大家好。大家新年快乐！其实乃哥我们认识你快40年，可怕。当时我讲我结没有开，我跟嘉玲结婚今年34年，我第二年做百分百，所以33年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当初那是因为拍琼瑶戏，有很多身体上的接触，他完全不是正戏，身体上的接触不是身体上，有差别。我了解。小戏你想说拍戏太累，可能主持比较好赚。不是，拍戏其实不累，就是有身体的接触。于是呢，他就加入了百战百胜。对，做完之后，我到8年离职了，他还继续做那个节目。我要谢谢瓜哥，那个时候出事情。不是出事，是度过人生第一个留学阶段。好，第二个，后来侯白生是我跟王军做的助理，他也说他想加入，于是我就离开，带进去做我们的感谢。一直到现在，已经治好了。我休息，他接手做了。那个许生许月，我们东森的总经理。他说：“乃哥，我跟你讲，瓜哥不做意思好不好？好，你不要讲哦。好，那你一定要配合我要来做。我心想，他最好不要做，马上就公布，我就来接了。所以半个家庭是我撑起来的。瓜哥，我我跟你讲，我跟新娘感情比你好。新娘跟着我快做了一年的最强做一休，我知道。他刚刚说瘦3公斤，我们的结婚也瘦了12公斤啊，看到没有？真的，对。”给他这么的毅力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他是个很乖的小孩，在最强综艺秀里面，他也非常努力啊，跟吴思安啊、孙悦啊，他们叫三仙。谢谢瓜哥，真的照顾我们家两代。刚刚的制作人要去欧洲，我本来今天要去泸州，都没去。你们到处游山玩水，是这种感觉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参加都是我朋友儿子的婚礼、女儿的婚礼，真的很感动。而且他非常低调，以他的行情需求，350桌绝对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个包的少我都不会请。今天在现场都包的多的，我三减再三减就35桌。你看，350桌，3到35桌不容易啊。对，真的。对，去无存金啊！我记得我参加你的都是重大的典礼。对，他50岁大寿办了一场寿宴。哎，申老师，我跟大家讲，跟大家报告，我这一辈子我不过生日，我就过了一次50大寿，不得了，变多了，比人家请几桌，真的20几桌，结果来了30-40桌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当天是台风天啊，大家找不到地方吃饭。满城这样，不是瓜哥你错了。台风天，大家冒着风雨，人家台风，那是我们讲那个，如果讲香港，那叫8级风啊，对不对？除了那一天真的是台风天啊，瓜哥，跟着文英阿姨推着寿桃出来，我想历历在目。文英阿姨有人想你，文英阿姨哦，高凌风帮我跳。高凌风，对，曾国城被我们骂了一晚上，出人头地了。不是，他的地寿桃还没到，他就把寿桃切了，完全这个程序是错误的。对，对，
我下次太年轻了，欸、你刚年轻气盛是。你要知道，你刚刚不是讲我迟到，我没有迟到。你怎么没有迟到？厨师长比我还晚。不是，压轴进来是曾国城，这个臭不要脸，他每一次都是最后一个进。没有，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哦、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早到晚到，我不在乎。交情不一样，我场面话，场面话。哎、欸，你就叫什么叫场面话？我说，啊、我说，我跟他讲，跟你好好不对。哎、啊欸，那个新娘真的很优秀啊！这个第一次看到那个安妮，对，我觉得他们的真是一对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啊，缘定三生，真是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哇，这番话我都不会讲啊！不是，我昨天做足了功课。对，我知道你的刚刚看到人家女儿托付给你的时候，你眼泪哗啦哗啦下。我讲比我嫁女儿哭的还厉害。哦，是啊，真的，我嫁女儿还没有哭那么难过。哦，你看我是因为看到真的，罗斯娜 ，You cry, I'm cry, me, I'm cry better you, I'm cry better you。我 cry better， 真的，哭的比他难过。I cry better。他们也是非常低调客气的。我们今天大家都来这边祝福他们俩，能够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我想你们这个还有个小朋友，他要结婚，还好我家还有安安。你安安比不了我的小儿子，因为我是第三拖了，对不对？你也就两个，我三个，划不来。好，没关系，小生会拼第三次，你放心。小珍加油，小珍加油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小朋友也加油了哈、啊。最重要一点，今天谢谢大家的光临。其实奶哥来参加奶哥的典礼，就好像参加我的典礼一样。是，我祝福大家。现在的话题最重要就是身健康，永保安康，福运满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